周天子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，这恶鬼必是蓄谋已久，定不简单。周天子竟然会和他做交易，简直不择手段，昏聩至极了。如果让他得逞，这天下会变成怎样的人间炼狱？不敢想象。
你蛊惑人心，祸害人间，绝不能放过你。是你们凡人妄念太多，才引得魔界大门洞开。你们人间怎么说的来着？哦，对了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我们人间还有句话，叫做亡羊补牢，贵为迟也。恶鬼！ 身上的亡魂也终得进入轮回，各自投生。人间诸多美好，在该去的时候归去，用对的方式还复来，才是正道。
我把周天子杀死了，他和邪魔做了交易，他怎能如此祸患人世？可是，天子一死，再无人能还我清白了。从来成王败寇，真相重要。 对你来说，天和杀父夺情；可是对于得了他恩泽的人来说，他是比康公更英明果断的主杀。哪个才是真相呢？即将回去你的原地，回齐王宫去。 在别院，在博姑室那里，你都已经见到了。天士无德，他的治愈之下，对少数人来说是仙境，而对大部分人来说，却是无间地狱。杀了他，取而代之，一统天下。 救万民于水火，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到。无论你是不是天命之人，这都是你身为继承了古神血脉的王姬不可推卸的使命。何况，你本就要回去救你的长姐，不是吗？